好，这个报告协商会议哦，今天协商的主题有两个案子啊，分别是委员徐国勇等16人拟具法官法第74条条文修正草案。第二呢是并案协商行政院函请审议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修正草案，还有委员高志鹏的23人拟具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国民党拟具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第二条及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好，我们来介绍与会的机关代表跟在场委员。我们介绍司法院，来，女秘书长哈，考试院、监察院、法务部哈，这个陈次长、廉政署、全叙部、总统府政风处、经济部、交通部、教育部、国防部、劳动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公平交易委员会、人事行政总处、国发会，还有中选会啊。那么我们在场的委员，除了我本人之外，啊，还有林德福委员、钟孔照委员、尤美女委员、周春米委员。好，我们先协商第一案。那么第一案是司法法制委员会105年7月13日啊，就是一年半以前呐，召开第9届第一会期第41次全体委员会议，审查完竣。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啊，但是呢，这个因为党团有意见，所以我们就这个在11月11日啊，本院第二会期第10次院会决议交付党团协商。那今天由我来召集协商，谢谢各位委员跟各机关代表的参与。我们希望稍后啊能够有顺利达成共识啊。那因为现在这个只有两个党团有代表参加，所以如果我们达成共识，哦，不好意思，黄文昌委员哈。黄昌委员，我们补充介绍啊。好，如果没有到场的这个党团，我们还是会请他们签字，签字之后，这个党团的协商才能够算数。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请问，对于74条条文委员会审查完竣的条文，请问包括司法院或者法务部，还有各个党团各个委员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如果有的话，这个请表示意见。好，好，我们请吕秘书长。吕秘书长，主席啊，各位委员啊，对不起，因为我感冒的时候戴口罩不礼貌。有关于那个法官法第74条的一个修正案呢，啊，我们对于这个各界希望能够对于法官呢，啊，进行更严格的考核，啊，基本上非常赞同。那第二个呢，我们是认为说啊，这个关于法官如果他表现不好哈，那我们希望能够跟这个个案评鉴来连结，也就是说如果职务评定未达良好啊，那就依照规定送评鉴哈。我们希望把这个少数啊不适任啊不认真的或言行不好的法官啊，能够把他淘汰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么对于大部分非常正常认真在执行工作的法官呢，啊，我们就尽量不要去干扰他啊，这是司法院的一个基本的立场。所以我们的看法就是说74条条文如果修正的话，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就是评鉴未达良好的就送不考核未达良好就送评鉴，这样子。谢谢。那您的意见是说，现在我们这个条文是优良跟良好，还有一个是第三等是未达良好，对不对？那您的意思是说，要把未达良好这个，如果被评定为未达良好，就直接送法官的个案评鉴，是这样吗？您的意见只有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希望还是在现有条文就良好未达良好，所以您希望维持原来的良好跟未达良好，对，但是加上未达良好，把未达良好这个送这个个案评鉴，哎，对对对，好，了解。那法务部呢？其各位委员，基本上法务部本质上是赞成委员会通过的条文的，因为这是人性的问题啊。我知道适任与不适任，就是检察官、法官的适任与不适任，跟这里的
评这里的评定不叫评鉴哦，评定本来实际上是可以分开的，因为讲个很现实面，公务员叫甲乙丙丁嘛，那我们的这个良好未达良好就是一翻两瞪眼，要么良好升级奖金两个月哦，最高的时候，要么零啊，这个施行六年来呢，造成我们很大的问题了。就是说大家都当好人不愿意当坏人、啊、我想就是每个检察署，那因为这个情形之下呢，因为有一些不是职务上要送评鉴的话呢，有一些不是职务上的行为，那很难构成评鉴，那构成评鉴件数，大家外界也在指责我们都官官相护，这一点也造成我们法务部很大的困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有些同仁不是说他不是认，但是呢，他的某些个人的行为，我想个人先，比方说我们的有检察官打架的，就所谓打架就跟人家我所谓打架就是说，他个人呢不是跟职务上无关的哈，或是说呢，有的开庭比较凶悍一点，但是呢评鉴也没有过，哦，类似这个的话呢，他当年考核就这里的考也不叫考核了，这里叫职务评定，他也照样是甲等。因为呢，如果要把他拉乙等，大家不愿拉。我们每年面临到这个职务评定的委员的考的会议的时候呢，就是面临这个，而且呢，外界前续部也一再指责我们说，高达98%、99%都是良好。啊，就是等于相当于一般公务员的甲等，但我们是特殊的公务员呐，哈。那这一点的话呢，就是原来委员会通过的这个话，也许是比较符合人性化的评的这个评定。好，那当然呢，如因为司法院有不同的意见，要么就检察官、法官都一致，我们不赞成说检察官变成三级，而法官变成两级，这一点呢，一并的说明。这个次长，我跟您请教一下，我看有没有误解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照原来的这个制度，因为大家没有人要当坏人，在评定的时候呢，绝大部分都打了良好，即便他没有那么好，也变成良好。那所以你现在要把它在这个良好中又分成两级，一个是优良，一个是良好。那会不会大家又把继续当好人，把90%又打成优良？因为优良跟良好就是这个晋级跟给奖的这个差别嘛。好，那如果法务部告诉我，我相信这也是事实，我想司法院大概也不反对了哈。就是说这个人性，但没有人要当坏人嘛，所以看起来大家都是良好。那你现在在良好里面又区分这个第一等跟第二等，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今天检察长打分数，人家就说啊，你为什么要当坏人？大家都打第一等，都打优良啊，那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万一打出来以后98%都优良呢？或者他会有比例吗？比例的限制吗？法律上是没有比例的，像一般公务员，他全序部跟人事行总处呢，他就会每年都会要来函给各机关首长，说希望建议甲等在75%。左右的哈，但是这个条文里面没有，条文没有，我知道，那是用行政上的处理的。那如果说有两级，那也许我们的各级的检察长，然后呢报到部里来的时候呢，他们会比较敢打，而且各级的那个地检署的这个检评会，那他们在评定的时候呢，也比较有勇气打。那至于说司法院所建议的说把未达良好直接就送个案评鉴这个部分。你们的意见呢？未达良好全部送评鉴，现阶段来讲了哈，这几年来未达良好的90%是优异的法官检察官了，基本上呢，他们是优异，他们没有犯错啊，只是没有办案了、啊，所以当然是未达良好，当然是没有这个奖金跟晋级的问题嘛。好、哦，那如果说真正有出事的，像我们法务部也有检察官出事的，那个最近中部的有一位那个性侵的那个问题，那。他已经被收押了，我们也停止了，那当然是未达良好啊。好，谢谢。那我们请周春明委员。谢谢主席哈。那这个法案是我们在大概应该是第一会期的时候审查会通过的哈。那我这两天也再重新去看一下当时的会议记录。其实当时委员有一些意见，我想司法院跟法务部应该都是充分尊重，这也是社会大众的一个共识了哈。只是说74条这个条文，其实
最主要的要去区隔的捍卫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审判独立了。审判独立在我们来看好像是空气，大家没有去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事实上它却是审判非常重要的核心了哈。我想不管在宪法条文或者相关的条文，我们透过层层的法制去建构一个审判独立的一个房子哈，让法官可以在里面安心的审判。但是这大家看不到，大家看不到。那今天大家回过头要来检讨74条，大家回去看一下会议记录，每个委员都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这些理由我们要去考量。只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把它区隔为三种，形式上是跟公务人员是一样的，甲等、乙等、丙等，那形式上一样，但实质上还是不一样。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个区隔，就是要来用法律、用制度来承认说，司法人员在这部分跟公务人员是不一样的，他不是行政上的职务，他没有上下隶属的关系，他是审判独立的。法官他不用在案牍劳形之余，还要去担心说，如果一个长官来跟你讲一个案子就好了，我看你那一年大家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审判哈。所以我想说，这个条文的基本上的价值跟核心是审判独立，但是委员代表民意要去检讨，就是说到底现在司法改革的问题，大家是觉得没有办法去淘汰不适任的法官，所以呢，这个问题当然也是同等的重视，也才会来后来后续一个国民参审的问题。那如果说今天司法院或者甚至是法务部在这个部分没有一个具体的作为的话，那当然民意的这个部分，委员这部分的意见，当然就是说，那我不信任你全部的法官，99.98%都是优良或者是良好。但是我在这边要很慎重的讲，这是一个审判独立的一个核心的条文，我们要去动这样的条文，要去动这样的制度，我们真的需要更多更多的理由来做。第二就是说，刚刚主席还有次长有提到说，那如果今天我们把它分三个等级好了，中间这个等级大概是多少，没有办法用法律去规范，或者这样就可能就是一个行政的一个函示，或者大家有默契。那大家有默契的默契是在哪里？你落在第二个部分是多少？我想这个是没有办法去预知的，没有办法预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风暴。我将来我可不可能落在第二？我落在第二，实际上的外奖金的干几半，我们不要去讲这个实质上的利益，但是我心理上的畏惧，我可能就是会落在第二。那我是不是我会借由相关的不同的形式或者是一些作为，去让我自己可以变到第一？因为我不知道，我不想每个人都非常的精英，每个人考试都非常优秀，我不想落在第二个层级，我不想落在第二个等级。那这个部分你去区分的话，到时候不管说到底是明示暗示，或者是大家有默契，大家透过自律或者是法人审会来形成一个部分，说第二程度的法官检察官大概比例是占多少，我想这个是很难讨论的下去的。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实质上去讨论说，那我们如果做这样的条文的实质上的执行到底可不可行。第三个意见就是说，今天刚刚我也问过次长，他当然希望说次长他们的考量，因为毕竟检察官还是跟法官是不一样的，他还是我们所谓的侦查一体，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检察官可以独立办案，事实上他们也是非常为难。那现在就是说要讨论的是不是应该更慎重来讨论说，检察官跟法官要不要去区隔，但是对这个对检察官又很为难，因为他自己希望他是司法官的一群，他希望他也是被保障，他在独立侦查这个部分他有一个独立的权限。那我想我们也不希望他受到所谓的行政的一些不当的干预，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帮他捍卫的。所以就是说，今天如果在这些制度面上大家还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共识，当然次长讲的我们也是支持，说他要跟法官一起，我们需要同等的待遇，我们找不出更好的理由让他做差别的时候，我们当然是让他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来就这个条文做一些改变，做一些变革，做一些改革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是可以更具体的、更细腻的来设计，这是我的意见。谢谢。我要请问哦，法务部的意见为什么要求检察官跟法官就这个评定上面要一致？因为性质的确不一样啊。检察官具有司法性，这个是我们一向不是这个我在那边先不挑战了，但是你们的确是不一样嘛。
你检察一体接受指挥办案跟法官独立审判，这个的确是不同嘛。所以当司法院，我现在没有什么态度说支持司法院或法务部了。好，但是如果都不一样的话，你们的需求跟他们的需求不一样，那为什么一定要绑在一起？因为检察官确实是也有独立性，他不是百分之百的跟一般行政官一样的。不是，所以呢，我们这并好了，这并你们分开并不表示他就不独立，但是性质的确不一样。那他在办案过程跟在审判过程，他的地位、他的角色的确不同嘛，对不对？当然是不一样嘛。所以你硬要绑在一起，现在就是因为说啊，你法务部说我要求这个三级，司法院要求两级，那当然我们也不会听你们指挥。但是如果你们讲的各自有各自的道理，那你们为什么不分开呢？有没有其他哪位同仁有意见？黄委员，第一个在这件事情上面，制度的设计把法官跟检察官区别开来，我个人是认同的。司法院就法官的部分有法官的想法，检察官的部分有检察官的想法，没有必要一定要硬绑在一起啊。你还是要从制度功能考虑的取向去决定说怎么样的制度设计就法官而言是适当的，就检察官而言是适当的。那第二个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按照司法院秘书长所提出来的逻辑的话，就是说在法官的世界里只有合格跟不合格这个二元的世界，你要在法官里面再去把它分等级啊，就是说你从司法的属性，从司法独立的观点啊，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或者是奇怪的地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在这个价值如果要贯彻的话，我就想请教一下说，那为什么合格的每一年你就一定要让他进一级，然后就要给他奖金？这很怪啊，就是你完全就按照他的 seniority， 就是按照年资来多给薪水啊，你也不要去分级了嘛。因为在秘书长刚刚讲的那个世界里面是不应该有级的这个 concept， 你反正就是法官，那你只有法官年资的问题，没有法官等级的问题。那第二个事情是，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大家既然都是合格的法官，那因为你合格，我每年还要再给你奖金，这到底在哪里？我听不懂。你给法官年终奖金，这个我百分之百赞成。但是这个奖金是年终奖金吗？还是不是年终奖金？那你不合格的法官，你说被评定成是不合格，那你要移送个案评鉴，那这个我都赞成。但是司法院或许要重新想一想，就是说，如果站在秘书长刚刚所讲的那个价值体系的规范架构的话，恐怕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第74条修正的幅度，不是只有说要不要增加优良这一级的问题而已了。不好意思，因为那前面我还没来司法法制委员会，你们怎么审过74条的，我前面没有参与啊，对前面讨论的委员没有不敬的意思。但是今天既然党团协商来这边，我就把我的 想法比较直接的说出来了。那第二个部分是说，就检察官的部分，如果法务部本于你们法定的职掌，认为说在检察官的世界里，有一些检察官他就是表现得非常好，定罪率很高，保障人权也保障得非常好，然后没有再摆烂，没有再积案，那这样子的检察官，你要给他一个比较好的，不管你是要晋级也好，你要给他奖金也好，欸，这样子的制度设计，老实说我个人是蛮赞成的。那只不过说在检察官的那个世界里面，你要多优良这一级的话，那我就会强烈的要求，就是优良那个比例是多少写在法律里，要不然是写假的，
要不然是写假的。你说之前考试院全序部给你们的那个意见，从我的眼神来，就是说从我的观点来看，那个是全序部自己不长进。因为我之前就问过全序部了，公务人员考绩制度早该改了，拖了半天也没有再改。十几年前就说啊，要以50%为原则，最高不超过75%啊。结果年年搞出来都是75%啊，每年都75%，平得不得了。然后检任的假的比例最高，然后荐任次之，委任基层最惨，假的比例最低。那这个就是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个就是在欺负基层人员。那他们是说因为升到检任都特别优秀，是不是这个样子还可以辩论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当初的改革是说希望用50%，但是最高容忍值到75%，就考了半天全部都是75%啊。那你如果说是从法务部的观点来看，检察官在年终考期这件事情上面，除了合格不合格的事件以外，你要再多一个优良的，那给他比较好的待遇，然后给他比较好的奖励，这个我赞成。但是多了这个比例，那比例是多少，你就把它压出来，在法条里面很清楚的写出来。那要不然我们今天通过这个法律，很有可能是变成是什么？变成是变相加薪。什么叫变相加薪啊？就是有一个优良的等级，结果到时候考评出来的时候，95%大家都非常的优良。那如果制度因为透过修法而造成制度的变革，造成这么荒谬的话，恐怕也不是当初推动修法的本意。好，谢谢。那个我大概说明一下哈，如果我记忆没有错的话，就是我们把原来的两等啊，分成三等。那这个三等是在原来的这个良好中间，优良跟原来良好的奖励是一样的。那所以在中间多一级是比原来良好的奖励次一等的，比较压，所以他并没有在原来的那个奖励再往上加。好，但是黄委员的这个道理，不晓得各位这个法务部有没有听，就是说，如果说我今天要在上面，因为本来这个良好就是已经表现良好了嘛，都已经很好了。你现在要多一个优良，就是好中之好啊，他应该要设一个比例的上限。那未达良好这个表现不太好了，不太好，我们很难去要求说你们硬要去，比如说你一定要5%的这个未达良好，那人家就表现很好啊，我怎么总是希望大家都100%的好吧？好，那你硬要你们去找出未达良好，这个恐怕是为难你们。但是黄委员讲的是有道理啊，说你一定要有一个最好的那一个等级，那个等级的比例应该要把它定下来，好，应该是比较合理，并不是说良好就不好，良好也很好啊，只是他这个是没有到，我只能在这个比例里面去排出最前面那几个可以变成优良，好，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司法院跟法务部其实分开处理，因为各有各的需求，哦，这个黄委员是表示可以接受。那接下来我们请林德辅委员，这个大家都讲过之后，我们再请两位再回应哈。好，我想刚刚主持人有特别提到，就是良好哦，那这个优良良好，还有没有达到这个良好的部分，三个等级。换句话就是说，这个良好、普通，还有未达到良好的这种标准。那其实刚刚司法院吕秘书长有特别提到，我一直认为说，因为我也做过首长，哦，那当然当头头的都不喜欢说得罪你里面的同仁，啊，所以说过去哈，哦，几乎都是打这个甲等的比较多。那当然，没有好的就是打乙等，甚至于最烂的就打丙等，哦，那这个当然跟绩效奖金有关了，啊。那我认为说，其实哦，那个军公教包括司法的体系啊，它是应该要一体适用，你不能唯独只有把这个挑出来。那其实这个跟公教军也都有息息相关，所以说我认为说，其实刚刚吕秘书长所提的，你就维持过去，但是不良的、不好的，你就送评鉴，这一点我倒是认同，
因为你不良不好的你把它送评鉴，表示说我们更深一层，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那种恐龙法官让社会感受非常的差，那今天要是说我们有做一个区隔，那改一段时间看什么状况，那我认为说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也不会打击士气啦，不然的话你今天把它改了以后，在我个人看起来啦，这个很多那些法官啦，那个以后你变成普通的变成一堆啦，那普通一堆他其实原来他也算是也不算是说最认真啦，还算认真啦，但是最起码他能够维持就是说不是很差，但是当你打击士气以后那个状况就不一样，所以说我认为这一点当然我们是希望说就以秘书长他的想法我是比较认同，这个林秘书长谢谢。好，如果其他委员还没有意见要表达，我们请这个两位哪位要先讲，来请秘书长。刚刚黄委员有提到说法官因为理论上不应该有晋级啊奖金啊，这个其实确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外国像我们隔壁的日本啊，欧洲的这个奥地利啊，他们法官的薪水多少钱是用法律规定的啊，日本他一查就有一个法官薪俸法多少钱啊，所以他只有行或不行啊，行不行，那没有在中间奖励。那在司法院的体系啊，我想各位委员各位先应该都很清楚，其实在司法院里面哦，我们有一个全国模范公务人员啊，什么绩效什么公务人员，虽然从来没有参加，因为法官最重要的事情是很忠实的认定事实，反映这个事件该有什么样的效果而已，没有什么好奖励的啊，他做到最好也只是把法律讲出来而已啊，所以司法已经多少年都没有报名法官去参加模范公务员了啊，这样的概念啊，也没有奖励的概念。那当然这个就是说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假设我们现在的法官把所有的晋级考绩奖金统统取消，那实质上变减薪了，所以呢要把这样的一个合理的薪水调在薪俸里面，但是这样调下去以后呢，外界会觉得法官薪水太高，取消奖金以后他就薪水就 变相变高，其实这个在法官法当初在制定的时候就面临这个问题，面临这样的问题，那避免这个改变太大，那所以 就暂且在某个意义上面呢搭在公务员的体系下保持一定的平衡这个我要特别跟黄委员报告。但在外国的立法例上确实有规定，法官薪水就是多少钱就多少钱，他只有年资的不同，并没有说我给你奖金给你什么这样的，避免法官不用想东想西很忠实的来认定事实反映法律这样子，谢谢。主席各位，那个刚才秘书长所提到的，确实就是因为检察官法官哈，他具有司法，现在司法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把检察官法官如果再区隔出来的话，变成检察官的弱化，这一点呢，可能要特别考虑一下啊。次长拍谁？你让你讲我听不？他们不要有优良的那个奖金，那给检察官有，对吧？所以我就讲对检察官是好代志啊。不，没的做几位有，无的做几位无啦。因为检察官、法官哦是一起，我就是我意思是安尼，好多讲的讲道理没有，嘿啦，嘿。这就是应该对，我当初就是怎样，直接。这是削弱，这是增强。不，我分开的选啦。不，安尼来讲吼，检察官、法官嘛也乱去啦，对，这个拢会乱去。所以，要么我们认为是一致的，因为今天吼。因为这不是增加优良，是把原来良好里面再拉一点下来而已了哈。不过这样了，因为司法院今天才提出这个说未达良好要送评鉴，但是这里面我也考虑到有一些优异的，是不是我们能不能我们再跟司法院再协商一下，有没有排除的？好了，这样子好不好？这个我们也都知道是这个检察官怕会开这样一个口了，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了哈。不过但是呢，这个是迟早的问题啊。好，这个是迟早的问题啊，包括这个检察官法的立法等等这些啊，这早晚都要做啊。所以，好，那是不是这样子？各位看能不能同意？就是我们，今天有几个议题，第一个是
检察官跟法官要不要这个分开处理。好，那第二个呢，就包括黄委员等提到的，就是如果优良要用优良的话啊，那么变成三级的话，那么第一级啊要不要设百分设一定的比例？第三个就是司法院所提出来的，如果维持现行两级或者即便是三级，那么未达良好的这一级啊，要不要这个直接评定之后，评定未达良好直接就送个案评鉴啊？那么这几个问题除了这个两院持续沟通之外，那么跟各位报告，是不是各位可以让我来跟他们，请他们也一起来讨论？那么如果能够他们能够达成共识，并不表示我们就无条件接受他们的共识，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这个我们协商会议来得到各个党团的这个接受啊，那么才会这个协商才会成立。所以我们这个如果各位没有其他意见，我们就做一个好来，我们先请游委员，然后黄委员。的确啦，刚刚大家讨论的就是说法官是不是要去分等级，不过说实在的，就是说其实我们一直出问题的，不管是在公务员或是在法官检察官的，就是说那个评定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说我们一直没有一个好就非常明确的一个评定的标准或是基准，以至于大家都会变成和稀泥，也不要说和稀泥啦，就大家就除非那一个人是非常非常烂，那大家都觉得说很烂，那就会跑到这所谓的就是未达良好，那其他的大家就全部，所以在这里就会变成外面一直在批评的，就说大家很多人说观感就是觉得司法需要改革，那法官没有那么好，可是为什么优良的法官有占到百分之对不对97点多，所以这个部分也一直在就是人民的一直在觉得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子，那时候会去修改把它变成三级，就是说好除非他表现的特别的好，因为所谓的表现的特别好不见，当然你法官应该依法去审判没有错，但是依法审判有的就是说他法官能够非常的尽心尽力的去做，态度非常的良好，对不对？是以人为本，跟说我今天法官就是依法行礼如仪，我想这个还是有不同。那在这里呢，就说特别好的，我们给他加以表扬；那在一般的，其实就是良好。然后呢，不好的当然就是那当然不好的是未达良好的，是不是全部都要送评鉴？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可能要去看这个我们所以我是觉得说那个基准到底在哪里，还有到底是谁在评，那怎么样的方式去评，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牵涉到法官法将来的这个法官评鉴的这个部分的这个部分啊，因为那一块源头的地方如果没有处理的话，只是在后面，那当然现在会觉得说现在全部都是属于优良好，都是属于良好，现在突然要把这些的不是把优良的再上一级，而是把所有的人拉下来，只剩下优良的少数。那当然会觉得，大家会觉得说，这是变相的在惩罚我们。那如果说好，我们现在是良好的往上加，变成是优良的再往上加，大家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去考量说，那为什么是这么的？因为我们看到说，只要连续4年，他又可以再进两级，所以这个晋级的这个部分，可能也都要一并的考量。既然就是在法官法里面已经脱离那个公务员的整个一个续薪的办法的时候，那在这里是不是仍然好像有点改一半的那种感觉啦？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请司法院跟法务部也回去再仔细思考一下？好，请问。简单讲结论呢，第一个是，我不认为第74条是现在法官法该修正的重中之重，完全不是。人民在意的不是好的法官钱给的不够多，在意的是不适任的有没有监督淘汰掉。如果今天我们对于法官法的修正，司法法制委员会后来送到院会的是这个74条，只有这一条，其他人民要的都没有。我强烈的建议本委员会千万不要做这个事，如果我是人民我都看不下去，你们到底在干嘛？那因此呢，司法院跟法务部啊要花心力去搞这件事情，那我强烈的建议花心力把你的法官法修正草案赶快送来啊，赶快送来，人家要的都不在这里哦，人民要的不在这一条，我讲白话文就是这个样子。那最后
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如果要在这个考绩上面真的要在这边打圈圈的话，那真的要去考虑的是，在实际上面，我想秘书长很清楚啊，糟糕的法官反而过的日子越爽快。秘书长，你应该听得懂我在做什么。糟糕的法官，结果案子都不用弄，全部去搞裁定，因为让他去搞裁定，碰不到实体的东西啊，你也不用怕他收钱啊、贪污啦、啊，为风险太高了。那这个例子我就不用再点名了。那你真的应该要处理的是什么？你真的应该要处理的是好的被抄到快要挂，那坏的反而凉凉的过日子。然后所受的待遇是一样的，这个才是我看到在司法体系真的不公平的事情。好，谢谢各位宝贵的意见哈。那么我们因为今天还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我们做一个决议哈，另定期继续协商。好，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案哈。那么我们请跟第一案相关、跟第二案无关的各个机关代表可以先退席哈。好，第二案，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修正草案。本案经司法法制委员会在105年3月7号、31号、4月20及5月5号召开第九届第一会期第21、17及22次全体委员会议审查完竣，直接交付党团协商。好，那因为这个案子呢，因为牵涉比较广啊，所以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召开协商会议之前呢、啊，那么一直在跟法务部在做协调哈。那么这个各位手上有一个这本啊，白色的这个本子，这个有最前面一栏呢、啊、是法务部建议修正条文哦、啊。那么请各位看一下，然后我请这个陈次长跟大家做说明。主席、各位委员。那今天我们呢有提出一个再修正的建议的哈，那给各位委员做参考。其中从第二条，就是从第二条里面的话呢，第二条是，第二条是针对公职人员的定义。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再建议在第二项。第二项当时呢太针对性了，就针对因为是总统、副总统选举跟当选以后呢到。叫这个就任有一段时间，所以当时呢有加了第二项，我们建议这个第二项呢就回归常态，不要再特别刻意的这个针对啊。五第二项审查会通过的，审查会但保留的保留，那说是保留的，保留哎，那要保留协商。那好，那也一样，六五赶快呢哎。好，那第三条的部分的话呢，那其中第六款原来本来是各级民意代表的助理，那最近这我们这一两年的考虑的那个助理这个定义呢太过于笼统哦，那我们是建议说能不能恢复到原来行政院版，现以工会助理跟加入助理工会。当时我们会讲说加入助理工会的话呢，因为有一些我们现在以立法院来讲是有五个工会的助理嘛，哦，那另外加入工会的话，有的他不是工会助理，但是他加入助理工会，如果中央跟地方的民代表有加入工会的话，我们认为已经受到规范。当然外界可能会质疑说有一些挂什么服务处主任啊，挂什么那个，因为事实上包山包海包太多，我们一时如果要全部容纳进去的话呢，恐怕又株连甚广，甚至于说有的反而没办法规范到，有的根本连名称都没有挂，所以我们是建议说是不是恢复到原行政院版的第六款。好，那其中我们没有修正建议的我就不谈了。在第14条里面呢，是原来呢我们是针对利益冲突回避里面的不得啊，公职人员跟他的关系人呢不得补助买卖租任承揽，就是把原来的买卖租任承揽会有对价交易行为，我们多了一个补助行为啊。那补助行为我们认为也是适当啊。那这个条文里面在审查会的时候也加入一些例外，因为从立春华施行以来的话呢，发现有一些透过政府采购的
有事实上的必要的呢，那也受到这个规范。那有的人就叫冤啊，但是呢，事实上也裁罚了。所以呢，我们这些例外，但是这例外里面呢，针对补助的部分呢是比较复杂一点，因为补助有大有小，所以我们建议在第三款原来是委员会审查的条文是依法律公开公平方式办理具有社会福利，但是社会福利的这个范围呢又很难界定，我们问过卫福部呢，也现在也比较难，所以我们在修正建议的话呢，给各位做参考，是依公平公开公平这个问题照列，然后是经补助法定主管机关认定符合公共利益，也就是呢由各主管机关呢给他一个授权，他一个认定的基准哦，他认为是，那基本上将来如果是腐烂，那就应该追究该主管机关当时认定时的责任，好，这一点我给各位做参考。那第十四条第一项的第一款呢，我们建议增加一个修正说明，就在修正条里面增加说明，因为采购我们公开招标的采购法呢有后续扩充，那这个后续扩充是在原招标里面，原招标里面它并没有不是新的招标，所以后续扩充的金额数量的话呢，如果说比方说原来 A 他 是某立委，那但是呢他的配偶当时不讲错，他根本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呢标了一个假的这个工程，但是呢后来 A 他的当了立委，他的配偶呢包这个工程要后续扩充，你就总是不能马上拿掉，所以呢我们有参考公共工程委员会的意见呢，认为后续扩充的部分呢不是一个新的这个招标案，不是新招标案，所以我们认为说在这个不需要在本文法里面，而在说明的里面也一并续明，避免将来呢有这个自然难行的地方。另外高志鹏委员的第十六条这个部分的话，不是啊，不成啊，没有下那里面哈。高主任，因为他原来说要，不那要那个原来说那个额度了，他是处罚额度了哈。这个部分，我们认为说在第十六条、十七条，原来委员会通过条文已经有顾虑到这个相当性了哈。这一点呢，给各位做参考。那另外高委员一样，十八条也是一样的哈。十八条因为要以追缴，我们认为说追缴制度，就高委员有提多了一个追缴制了。因为利冲法呢，它本身不是违反不是以财法为目的的，是要避免利益冲突回避。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利益冲突回避的利，把利益冲突呢，把它这个阻碍掉、阻挡掉，所以基本上呢，这个财产利益有的可能没有受到利益，那这个财产利益在追缴的话呢，那认定上好跟实物面会比较有困难，这一点我们对高委员的这一部分没有采纳啊。那以上建议的话呢，请各位委员做参考。好，谢谢。那我们就一个条文一个条文来，但是是不是各位可以同意？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好。我们现在一个条文一个条文来看好了。第一条，如果用委员会的这个条文，各位有没有意见？就是委员会审讯的条文，没有意见的话，我们看第二条。第二条原来这个是我记得应该是林维洲委员的这个修正条文嘛，哈。那国民党党团也有一个类似的一个规定，那么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因为坦白讲啊，那个时候的政治气氛呢、啊，刚好是在总统大选完，那么总统交接之前呢、啊，在审查的时候，提出了这个条文，叠加，好，是不是我们可以同意啊？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条文是保留了哈，是不是可以同意最后一项就可以不要再增列这个最后一项？但是我觉得最后一项有道理啊。是，请说。他已经取得了实质上面、政治上面的影响力啊。那我在当选总统以后，在就任以前的那段期间，那我就可以跟将来受我指挥监督有利害关系的公务机关去进行买卖承揽补助的行为，这样对吗？基本上，如果是连任者，他是本来就受到这个规范啊，就不要定这个。那如果还没有连任的话呢？啊，不，还没有就任新任的部分的话呢，他根本还没有这个职务嘛。我们是对嘛？所以你的价值判断就是当选以后就任以前中间那段期间要怎么搞都可以嘛？因为这样搞吧，
他没有机会这样搞，不会啊，不是因为他现在没有职权，比方说买卖啊，比方说没有嘛，看的就不是他当时的法定职权，是他实际上面的政治影响力嘛。不好意思啊，这个我反对删除。那我请问一下国民党党团的意见，就是说你们的这个版本的最后一倒数第二项，好，就是说第一项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七款职务之候选人自当选名单公告之日起，视同其就任后机关之公职人员依其所当选之职务适用本法之规定，好，是不是？如果这个国民党党团要做主张的话，是不是？原来的那个修正条文就改成你们现在版本里面的这个条文，不啦，第几条啦？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如果加这个这一项的话呢，会跟第五条有冲突了。第五条是执行职务时的，就刚才我提到的第五条，原来我们也没有修正嘛，哈，就委员会有通过了哈，就是执行职务时，那他还没有这个职务如何来执行，这两个就有矛盾了。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在委员会讨论的时候，包括他离职之后了，离职之后的离职之后的影响力了，也就是说，我虽然离职了，但是呢，这个譬如说县市长后当选人，这个新的这个县长是我的接班人嘛，他是我的副县长啊，那我虽然离职了，但是我对他是不是有影响力？那如果这个影响力要这样子去扩充的话，他会会出现一个你不知道那个线要怎么画。譬如说，国民党党团的这个提案说当选名单公告，但是其实很多事情是发生在当选名单公告之前。好，譬如说2016年的总统大选，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这个胜负已定，说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这个我们所谓担心的，好，外界所谓担心的那个事情，说不定在那个时候就会发生了。那你要怎么去画那个线？所以我是跟黄委员解释的，所以我们其实这个我们在那时候讨论很久。那后来讨论很久，就是扣紧说是他的执行行使他的职务，当他行使职务的时候，这个线就可以比较明确。没关系，但是我知道大家有意见，我们这个就先保留，请说。第二条当时是有修正通过的，那本来就没有，本来就没有，本来就好。审查报告里面本来就没有。OK， 好。那跟大家说明，我们第二条本来就有修正通过，它本来就没有这个第二项，但是是国民党党团的版本，我们现在并案来审查。那个时候国民党党团还没有提版本嘛，对不对？有国民党党有提案了，好，所以我们第二条其实通过了，本来就没有这个最后一项，但是现在协商可以再提出来啊，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黄委员跟这个林德福委员的意见可以能够做一个记录，就是希望能够保留这个原来的这个已经就是说没有得到委员会采纳的这个这一项。好，请看第三条。第三条也讨论很久，第三条的麻烦是这样啊。就是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这个问题的发生啊，是在各级民意代表的助理，那这些助理不一定是公费助理，这些助理包括呢，因为助理的要怎么去定义什么叫助理，譬如说我在选举的时候我的后援会的总干事算不算我的助理那你要怎么去定义，因为他也没有领薪水啊那可是对外界来说，他可能用我的助理的身份在外面活动，那或者是说他也来上班了，但是呢他也不是公费助理，他也没有加入助理工会那他实际上他在我办公室上班，有没有这样的现象？也有啊，不管他有没有领薪水，他有可能领的是我私人的薪水，不是公费的薪水，他有可能没有领薪水，那你怎么样去界定说这什么叫做助理？所以本来我们是用比较宽的这个标准，就是各级民意代表助理，但是后来法务部啦，
来说明说，这样他们怕在执法上会有很大的争议，会很麻烦，所以反复讨论之后啊，就我个人是比较倾向用比较严谨的这个定义。好，当然有可能会让有一些不在这个定义里面的助理，他说不定他就有比较大的空间。那我不晓得这个部分，如果各位有比较高明的意见呢，这个也欢迎提供。这一部分的助理只是列为关系人，然后在里面要回避，并不排除说这些所谓助理或是号称的助理，他外面如果有这个违法乱纪的时候呢，他另外的法律的处罚，好，这一点的话呢，我一并说明。他这个问题是在于假设了哈，我在选举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啊、哦，或者我已经当某一个民意代表已经当选了，他的可能他还是他的后援会的委员，好、哦，或是就是他的等于是他的支持者了，好、哦，但是他有一个名片，他也挂了一个头衔，那他去。投标这个，譬如说这个议员，这个县议员，这个他这个县政府的工程，那他如果是落在这个关系人，他可能就必须要回避，他就不行。好，那有可能他投标之后他被检举，那只因为他可能是某议员的，他并不是他领薪水的助理，他可能是他的后援会的干部，这里面怕会落入这个比较麻烦的一个状况。那刚才是黄委员吗？好，请。它核心的概念呢，倒不是说助理，而是工会助理，或是加入助理工会的助理。刚刚次长所讲的那个理由，我也没办法接受，因为你在他不可以跟特定的团体，就是说在十四条核心的规范，它的涉层范围就包括了关系人啊。那因此，这个关系人的界定非常非常的重，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第二个是。我认为实际上面的概念是受他的指挥监督，受他的指挥监督，然后在其授权的范围之内，事实上是在代理那个公职人员在外面所从事的行为。那我基本上是不赞成把他限缩到工会助理或加入助理工会的助理。那这样子的规定，你到时候导致的现象，我用膝盖想就知道了。我就用我的私费助理，然后在外面跟政府机关搞一堆你十四条所要规范的行为。那这样子的条文，你如果是这样子定下去的话，接下来会非常可笑啊。那因此，如果说你担心的什么师资过宽等等的话，那看是不是就各级民意代表的助理，那个助理在法条里面直接下定义，或者在立法理由里面。下定义，因为它核心的概念就是受他的指挥监督嘛。我管你叫特助、叫助理、叫主任、叫什么，那个名称并不重要。好，我想哦，这个有关于这些啊，这个民意代表的助理啊、啊秘书啊等等的这些规范，我认为你要是说真正这个在这个有领薪水的、有正式那边的。我认为这些你去要求去规范，那这些人我认为说比较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真正的大问题就是说他外面啊，就是用名字去挂，那实际上他是没有领钱哦。那个讲坦白话，有的就是用那些人去打游击啊，哦，打游击回来以后，就是说啊，我打到多少怎么样，然后就是跟他的民意代表。来做什么恶意天作五等等，那些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核心问题是出在那些身上。所以说我认为像华务部这方面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去研究怎么去规范，怎么要求，才能够真正这个我们的要求的核心啊。那你要是说真的在立法院也好啦，这个什么我们这个在工会里面啊，或者助理工会，你只要有真正有落实有名字的，他比较不敢，主要就是外面这些，那个才是真正的核心啊。这个我刚才请教法务部意见，就是对于黄委员刚才的这个宝贵意见啊，就是把助理在定义啊，就是受这个各级民意代表指挥监督好的这个。这个文字上怎么处理啊？请法务部做一个整理了，好不好？那么先建议初步建议，
稍，就是说工会助理顿号受其指挥监督之度之助理或啊，接到后面或这样，或其加入工会，加入工会我们也把它规范了，受加这个黄委员的意思，工会助理后面顿号受其指挥监督之助理就不顿号了，或后面跟着接着来。就强调指挥监督这个是我们要卡住的地方，不管你什么名义。在规范体系上写很奇怪，你前面有个工会助理，然后后面又受其指挥。他的意思说两个，他意思说助理，助理指的是什么了？加或加第二项，如果说第二项也可以啦，我们回来再考虑一下。哎呀，我是讲咩，起码加还是讲阿别加，阿别加就是。我们可以加第二项的前项第六款所称的助理指。好吧，好不好？好不好？好了，好，这样子比较好。这样，哎，如果说你们现在可以马上现场把这个条文整理起来的话，安尼也塞呗。就是讲，如果加一个，这个就嘛解决你的问题啦，一部分解决你的问题，无完全解决啦。哎呀，就是讲你无领我的薪水啊，但是你挂，你开始搞，你名片都我的助理啊，而且嘛在内底啊。这样不能这样怪，因为你前提是工会助理啊，你没领钱就不是工会了、啊，你没领钱就不是工会助理啊。到原来委员本案就是各级民意代表助理第六款，然后前项第六款所称是助理指哈、哦、指这个工会助理哈、哦、受各民意代表指挥之助理哈、哦、或已加入助理工会之助理这样，哎好吧，好，麻烦把文字整理出来，我们原则上。我们原则上第三条，用这样修正了哈，原则上了。好，第四条。第四条，以委员会通过的条文审俊条文，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请看第五条，如果没有意见我们照委员会条文。第六条，没有意见我们看，请各位看第七条，第七条第八条，这个都是委员会的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申请回避。第十二条应该没有问题。第十三条，好，我们请各位看第十四条。第十四条，刚才次长有做了说明啊，他有一个建议修正条文，这个多。出或经补助法令，或经补助法令，好、哦，根据什么补助什么法令来补助的？主管机关认定符合公共利益之补助，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第十四条。好，我们请游委员。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个关系人把二亲等内的亲属也都放进来，还有所有共同生活的家属。那现在这里就是说，然后我们在第第三条的第四款里面也包括，就是公职人员，还有第一款、第二款，担任负责人、董事、独立董事、监察人、经理人或相类似职务的盈利事业、非盈利事业的法人、非法人团体，所以其实范围是蛮广的。所以在这里就变成是说，只要有一个人他是公职人员，他的兄弟姐妹。他所担任的，即使是民间的 NGO 的公益团体，他都不能够，他的团体都不能够跟政府有所申请补助或什么。那这个范围太广了吧？嘿，这个我们有
有，我们之后呢是把原则禁止，例外，所以我们加了几款，现行法是没有例外嘛，所以现行法我们认为过苛嘛，哦，所以用原则禁止那个例外的开放，那例外开放又怕开放太大，所以我们才设一个门槛。像第三款来讲呢，我记得以前有委员有问过，像妇女薪资，它是一个纯公益，这个大家没有话讲，纯公益啊，那委员也当过理事。那这个情形之下，如果是照回避，就要全部回避喽，也不能补助喽，哦，因为委员是立委是管全国嘛，哦，但是呢，我们这里说，如果是公开公平，第一个，第二个呢，认为符合公共利益，哦，因为原来我们不是后来当时协商的，当时委员会通过是说社会福利，那社会福的话很难讲，很难，哦啊，所以我们叫说要符合公共利益的补助啦，啊，这个由主管机关来认定，主管机关如果认定不清。乱补助，那将来他其实连主管机关都要受到行政处罚。这个后面有揭露，后面有揭露，就是要揭露啊。欸，那所以是怎么样？现在对不起，我请教一下哈，嗯。所以我自己跑去外面成立了一个协会，嗯，然后受我监督的国营事业，然后因为我要办一个关怀老人爱心活动，然后给我1000万。这样可以吗？要如果是补助的话，要符合第三款啊。第三款，对啊，要管理公开公平方式啊。那如果说没有啊，但是或经补助法令主管机关认定符合公共利益啊。但是这一家这个某部会，他敢这样认定吗？这个问题啊，他不敢。关怀老人为什么不符合公共利益？但是是不是会有挂羊头卖狗肉？将来这个认定不清的责任？现在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多得不得了了。你们只是没有去查而已啊。跟委员报告，我们后面有这个资讯揭露的条款。那什么什么公庙啊，什么协会啊，啊，几刚刚在提及，都要假本出去去投。下人唔知啊。这个在第二项里面呢，哈，就是要事先要表明呐。事先表明要揭露，同时呢，补助以后呢要公开了。事先我要表明说，我陈某人是某个公会、某个公庙，哦，类似这样的哈，要我要表明，那由主管机关审核。第二个呢，补助了以后呢要公开，在第二项，这个是个就是事先申报，第二个呢要事后公开。好，因为这个是比较符合现况的，哦，不然的话，规个拢缩掉嘞，哈，哎的。不是啊，那你的意思就是为了要去驱从目前现况的状况，所以你要做这样的调整吗？我说的不对吗？不是，我不是说驱从了，因为现实上呢有这个必要性呢，因为现实上的必要性在哪里？不，因为补助的话它有大有小啊，他如果是敢做这种作假的话呢，因为事前公开的时候呢，事先要申报，账面上我一定都做的是很漂亮啊。我就办关怀老人的活动啊，那如果我就办节能减碳的活动啊。那如果真正的关怀老人，那没话讲嘛，真正的啦。哦，那如果是刚才讲说挂羊头卖狗肉，那这个要受到规范嘛。黄委员的意思是说，他的意思是说，假设今天有一个立法委员，他在外面成立了一个社福性质的团体，那他也没有挂羊头卖狗肉，他的确是招待老人。但是实际上，因为他从里面获取政治利益嘛，对不对？我找我选区的老人一起来吃饭啦，啊，做什么？然后来跟，譬如说卫福部来申请补助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卫福部说，哎，这个符合公共利益嘛？好，啊，找老人或者找这个贫户或者小朋友，好，啊，那办活动给小朋友参加。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实际上是用公家资源，好，也当然也让这个要招待的对象得到好处，好，这个里面可以说是公共利益。但是实际上从这里面是从这个立法委员从这里面拿机关的钱来达到他个人的政治目的啦。好，那黄伟这个我自己的立场，其实在审查的时候是跟你是一致的，好，但是呢，也有很多委员，包括部会提出来说，那这样的话，因为他这个关系人不是说你成立，假设那时候有很多，譬如说立新基金会或是妇女薪资，他也不是这些委员成立的，但他长期在里面做事工，他可能担任董事，好，他可能因为这个。这个
社福团体或者这个团体，它实际不是个人的，它有相当的公共性。那因为这样，那它就不能接受政府的补助。那当然也可以，也有一个讲法，就是说，那你自己不要担任董事。但是对这些长期在投入这个领域的这些具有关系人身份的这些人，他因为这样，他就不能再去在那个团体里面担任重要职务，似乎他们也觉得对他们不是很公平，所以在这里面就会卡住，说到底我们要去处理比较大家可以比较接受的那一端，还是要去防避？那如果全然的用最极端的方式去防避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有一些，那时候有委员提出来说，这个叫做劣币驱逐良币啊，哈。那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法务部提出了他们可以接受的一个折中的一个版本，好，大概跟您做一个说明。就我们现在在立法，其实是一个条要去涵盖整个从 A 极端到 B 极端的所有的现象，那困难就在这里，就是说当我们定得很严，我们为了防止 B 的 B 端，所以呢也把 A 想要做的善事也全部把它封杀掉了。所以在这里就是外国在立法，其实他们会是更细腻的去分各种情况，但是我们经常是一个刀一刀砍下去，就所有的全部都一起砍。那其实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目前的困境。那在这里呢就会变成是说，好，因为我们担心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或是担心，好，这里就是说，好，今天我政府补助你1000万跟政府补助2万块，这两个同样受处罚，同样受到这个后面的好像150万的处罚。那我觉得那个那以后大家都是要去同样被罚，我就拿1000万的，不要去拿2万块的。好，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的法的一个制定真的是我觉得是太粗糙了，而这样的一个粗糙的结果变成就是一刀砍下去之后，然后那因为这里面 也会包括说，好，今天只要有一个人担任公职，他的兄弟姐妹全部都不能够参加 NGO， 否则他的 NGO 的团体他 连当里面的董事也都必须要退出来，否则他的团体就跟政府是绝缘的，他也不能够去参加各种的招标。当然现在你有加上是说，好，如果是应该公开透明的程序，那当然那一句话就是说，好，要被有心人去用的话，我要勾结也可以，就是刚刚讲的，我自己就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就是更符就是左手右手的一个诉讼，当然是有，但是这里就会牵涉到的你那个判断的标准到底在哪里的问题啦。但是公开揭露这个我觉得是有有有，这第二项有啊，原来的条文就有。这个要公开揭露，嘿。好，因为跟黄委报告一下，因为补助哈原来是没有规范的啦。那这一次呢，是在上市审查的时候呢加入补助，也就是把补助呢以前人家会比较诟病的加上补助了哈。那但是呢，因为补助如果全部刚才那个一位员所提到的说一刀两断，哈一刀切下去的话，那恐怕又会造成，因为我们现在强调的说政府资源有限，民间力量无穷嘛，希望鼓励走入民间，那包括像委员啊，包括民意代表也是属于民间一环，那他的这个关系人包含到他的亲友，所以这个的话呢，那恐怕又会，我们常常说防弊也不要妨害到心力了，那这个呢怕监督过苛呢，会限制到相关的活动，就是正常的正当的活动，正常的活动了，那所以我们也参考716号解释呢，针对说对这一种的违反的处罚呢应该要通盘的考量，所以我们才加上这一种例外。那这种例外刚才这个赵伟有提到的说，我们有揭露，用揭露的方式来让全民 来监督嘛，那应该是可以比较符合衡平原则的。好，各位委员再考虑一下吧，我们往下看好了，先往下看了。14条第一项第一款立法理由要增订，这个就是说明栏增订了哈，就是如果它是一个后续扩充的采购案的话，
就可以排除啊？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就他本来就有这个案呐、啊，他哎他在担任这个，他或关这个公职人员或者关系人，他因为在有这个身份之前，不管是他跟这个，譬如说他是因为有了先有了这个采得到得标了之后，他有可能之后呢再跟这个公职人员啊这个发生关系，譬如说我是他的配偶，好、哦，我是已经承揽了这个案子，后来我才跟他结婚，对，好、哦，那你后续的这个扩充，你再来限制我，好像就不太合理，好、哦，类似这样的状况，如果各位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接受这个法务部的这个立法理由的修正。等一下哈，所以在这里是说，如果说他原来是，譬如说一个非法人团体的负责人，然后他已经承包了政府的一个工作，然后后来他成为公职人员的时候，或是说他后来跟另外一个人，是公职跟关系人，不是本人。本人就没有了，本人就不能做了。哦、本人不能做，大的是跟公职人员跟关系人之间的，不是跟我本人之间，跟关系人之间。还有跟他受监督的团体之间呢、啊？对，我现在真的是第一款，不是全部哦，只针对第一款。第一款是公开采购，政府采购的采购。好，这个说明栏是要补充第一款。第一款公开采购嘛，哈。对对对，所以我是说，他公开采就原来他是透过他本身还不是公职，然后他已经得标了，那他将来担任公职，那这个部分这个标怎么办？原标没问题，原标没问题，原标继续，那是履约问题，履约问题。因为履约到后面，我们现在政府财会有一个叫做不要再重新招标，后续扩充啊，那是后续扩充，他不是重新标，那个话呢，我们认为是后续。这个跟工程会也是说，这个是属于延标的延续、啊、所以他可以继续。就是延期约是履行的，那延期约本来到期，比方说到四月一号到期，但是呢，它有一个后续扩充，后续扩充的话就不必重新标。那这个有这个条款，如果没有这个条款的话，就变成新标案了。所以他旧的可以继续，但是新的他就不能够再去标这样子。新的不能标，新的不能标，所以就包括他所有的关系人嘛，都他可能是合法公开的。所以这个只是补充说明第一款的后续，那是政府采购法的规定，不是我们这里的规定。好，各位请看第十五条。这个应该没有问题。第十六条，刚才这个第十六条次长说明过，我们就原来委员会审讯条文。第十七条也是一样。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二十二条、二十三条。好，我们现在来幼儿园。因为我们那个所谓的利益包括财产上跟非财产上嘛，那个非财产上的在实务上就会经常发生，譬如说今天要譬如说要考试入围，那他需要找一个就是临时性的，就是去帮忙做一些就是类似志工的性质，但是他给了车马费，那这样子仍然算是财产上的利益，能不能要罚？应该不会。这个第十条的第二项，非财产利益有界定的啦。行政用、聘用、聘任、聘用、约雇、临时人员的禁用、劳力派遣、升迁、调动、考绩。比方说，我去参加研讨会，不算的，这个不算。对，但是他是就是怎么讲？譬如说，约雇就不行。约雇，但是他只有临时性的，譬如说就是，譬如说考试期间要入围，考试期间譬如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应该不是那个不在这个范围，那不算约聘嘛？不是这个，不是人事人员，
那个是考试法里面的出题啦、入围啦，对不对？哈、临时人员的禁用、哦、他不是，那也算是临时人，那算是这个也不是临时人员的、啊，比方老师进去出题啊，那个不是。但是如果是公有禁用的话，就变成临时人员禁用哦。就公有禁用会变临时禁用。进步的禁，这个禁用的话是一个人事上的名词啊，他那个不算禁用啊。好，那其他相类似的人事，那是人事措施才算的。要人事措施，要人事上的。好，那像一般的我们出席会啊，好去参加研讨会，参加个那个那教授去参加那个什么修法会议，嗯，我们常会这样的哈、啊。执行会议的话呢，但这个不是人事的，人事上的措施。但是，嗯 ，OK， 就是说，现在你去出席会议，有时候你的扣缴凭单，他就直接跟你报薪资，他不是跟你报，因为你现在只有演讲费，然后对不对？出席会不算，出席会不算，人事措施才算，人事说要人事措施，要类似事定类似的人事措施才算，类似人事。过去曾经发生过，就是业雇人员，嗯、对，类似人临时工友的，好，工友对，好，这个我整理一下哈，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是第二条的最后一项哈。那么这个国民党党团跟时代力量党团有意见哈，如果照审查会的条文是有意见。好，除了这个之外呢，是第三条。第三条有发给大家了哈，但各位看一下哈。增加第二项，前项第六款所称之助理，指各级民意代表之工会助理，其加入助理工会之助理及其他受其监督、指挥监督之助理。好，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这个。法务部的应该是黄委员跟整理黄委员的建议哈，没关系，不用不用，我们再做其他结论，好，的建议修正，好，好，这是第三条，然后有意见的还另外还有第十四条，那我们这个可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做成协商的结论哈，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修正草案，除第二条先保留最后一项，第三条，第十四条先，第十四条条文先保留，好，第三条及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立法理由。照法务部建议内容修正通过外，其余均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好，我们能不能哈？第十四条，我们本来就强调身份揭露跟公开了。我们建议说要，如果是为了这种疑虑哈，那是不是委员可以用这种附带决议来替代刚才那种疑虑？我把法务部你的附带决议先宣读一下。草案第十四条有关身份揭露公开之规定，法务部应督促其他涉及采购及补助主管机关设计或整并简化有关身份揭露公开之方式，必达成公开透明并防堵利益输送之立法目的。这个是两难了哈，我坦白说了哈。也就是说，我们是要站在好的那边看，还是站在坏的那边看呢、啊？好，那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了。好，那黄委员，您这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还是你还是坚持原来的意见？因为前面吼那样子的规范方式，我老实讲，就是把既有为人所诟病的，我该怎么讲呢？利用公家资源的绑桩活动予以合法化，那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很难接受。那但是如果说刚刚有委员提到的说，是不是会株连甚广？所以我一直在考虑说，
有没有什么样子比较适当的方式可以再对他做区别对待，而不是用这么粗糙的方式都准或者是都不准。那当然次长刚刚有讲一个公开的方式，那我觉得公开是一定要走的，但是能不能达到那个效果恐怕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像前一阵子台电补助的那个东西揭露出来了，揭露出来了一些政治人物的附属团体，他们自己的附属组织拿了那么多钱，那被揭露又被揭露啊，啊一样继续get皮皮啊，我钱还是继续收啊。我觉得这个真的败坏台湾的地方政治太严重了。然后而且还是拿公家的资源来做。对，不好意思，这个条文让我再想一想。那这里补充一下，好，其实就是说我现在一直在思索的，就是你这个条文真的有弊病的你抓不到，然后你只是限制好人，限制就是说要做，所以在这里这个条文应该要更细腻的去规范了。好，因为我们经常定了一堆的东西，限制这个限制这个，然后守法的人他全部都被绑手绑脚，但是不守法的你拿他没辙。就像说这个后面的罚款，好，你最轻的30万，但是最高的才到600万，他的徒弟可能都不止600万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到底我是觉得说，真的是应该要好好的去思索，就是说你真的是要防弊啊，那个防弊你是真的要能够下重手，那你对于那个弊你没有办法抓，拿他没辙。然后对于这个就是稍微轻触，或者说他你就是把他绑死，他变成没办法做，就守法的人他变成绑手绑脚，他什么都不能够做的样子，没有错。对，那我们就是要例外，就这样合法了可以做，就是不容易了。哦，可以算那下一次找院长，是不是内实质条不用做院长，这个就院会就直接处理了，就什么在协商。院长如果要协商，补助也新的，到底实际上怎么样？好，这个不好意思，我再追一个问题哦。你们现在那个条文的那个公开的方式是什么？贴在该机关团体的公告栏算公开吗？我们现在细则里面就有公开那个，是细则。啊，你们现在就有公开了？有。现在公开在哪里？怎么我都不知道？不是的，现在前几天没有，那是行政院版的时候才有啊。现行法没有啊。现行法没有。我们为了说原则禁止例外的开放，然后呢又例外开放里面呢要把它设限，所以才有增加的啦。这个有没有办法在机关的这个，或者是这里面所牵涉到了这个譬如说国营事业的这个规定，就在这个机关或者机构的网站上面。这本来就会了，不是，现在你要定的事情细则。黄委员的意见就是，我觉得也有道理啊。你这个公开，你就把它明定嘛，就在条文里面明定嘛。哪里有一条？拿过来用。没有了。不是，我说别的法律，我现在讲别的法律。我们原来细则怎么写？原来细则，我们还没有写细则啊。原来细则没有。好，这样子了哈，就是说这个公开的话，应该是要定在。我们再加一项也可以啊。对对对，在第十，应该是14条吗？14条的第3项。嗯，加一个公开的方式，这个有了，这个有立法立可循了。那各位委员的意见呢？是我们要再协商一次，就或者是说，不然的话，我们再协商一次好了，好不好？你们回去再想一次，想一下。我们最短就是春假过后了，下礼拜再来协商一次。公开方式。好，那么请法务部也回去想一下，把这个条文再整理一次。好，
那尤委员刚才你所提的，你觉得说这个不够完备啊，这个也麻烦您这个提供宝贵的意见啊。好，那我们还是一样，好，跟刚才那个定期继续协商，好，好，谢谢各位。因为以前没有补助，没有限制。花那么重，花一百万呢？几级？对。啊，对啊，啊，这慢慢的，其实我们认为说这个法律出来一定很多钱，补助会很多了，会很多，一天就会讲。好，坐下。哎哎，好，我来。哎，你叫你那个手工做到细致。好啦，快啦。你怎么样能够防控？我不能也不行，太快，我都唔敢上硬啊，我咧上硬，啊。我不能讲主管机关吼来人，我吼包括在，就针对公开方式，未太上严啦。没错。对啊，系啊，系啊。很多都是，他就是叫我签注法。对啊，系啊。他们就是罚一百万。对啊，系啊。就说因为其实。是啊，是啊。